年三十晚嘅维园年宵市场，越夜越多人，开心下花市咯，觉得呢度好好玩。唔少市民都话经济好咗，买嘢亦都比以前阔绰，多啲人有心情买嘢，经济好咗嘛，玩钱玩多啲啦。十蚊啫。不过要吸引人嚟买嘢，听防温，都要落啲嘴头。呢间卖吹气公仔摊档嘅负责人就话，生意好过预期。市道今年系旺咗好多嘅，因为人流系好旺咯。啲货去得快唔快？快，今日去得特别快添啊，仲。即系去到比早两日多一两倍咯。不过唔系间间都咁好彩。今年年宵嘅情况简直系四个字啊，惨不忍目啊！吹气产品今年实在太泛滥，越泛滥就竞争越大，价钱又越低，所以佢哋就变阵，由猪肉档变成一间影楼。啲市民就经常性我哋门口嗰度开闪光灯影我哋个档口，咁冇理由有钱唔赚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啊，自己动两部相机出嚟就赚埋影相嗰笔啦。收38，啊，殊不知以为好掂，其实又系差唔多，咁啊叫做唔使蚀咁多咁解咯。赚唔到钱，最少都赚到欢乐。其实系好玩嘅，影相咧见到啲市民嚟影都好开心。即係得啖笑。